当孩子学习数数时，使用他们的手指会是很有趣的。您可以说，把你的手指给我看，然后你们摸着每一个手指一起数。然后您可以问，你有几个手指？当他们说十个，您可以说，非常好，你们很聪明。然后您可以要求他们数你的手指。您也可以玩不同的数字，例如三个手指或者七个手指。孩子可以在任何地方、任何时间用这个有趣的活动学数数。